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看五月七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阿准。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桃园最近常常的失电，四月份拢总得发生35次。桃园市府批评台电，讲这是个案的问题，实在交代袂过。不过台电也回应讲，桃园有上千条的线路，送电足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嘛强调讲失电无代表欠电。桃园常常停电，昨日头又果因为航空城通报商施工的时阵，甲电火条啊扭断，造成大园罗德区有257号停电，民众拢希望卖过再停电。还没到高峰的时候就这样，蛮危险的。最好是他有计划性的做啊，并不是说哦我这里坏了才去修。市府统计，最近6个月桃园总共停电171遍，平均一天0.94遍。受到影响的户数总共29万多户，尤其是今年4月就停35遍，平均一天1.16遍。这样的趋势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的输配电是非常的脆弱不稳定的，那这一点如果还是用个案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难交代过去。苏顺平说，台电特别都说是个案，但是桃园的工业用电很多，人口也越来越多，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代志，问题是伫咧根据完善的电网或者是用电政策。对此，台电回应讲，桃园有1109条溃线，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强调停电不是欠电。桃园近期的事故停电，每起停电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事故的原因也不同，经抢修后都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桃园区处再次强调，事故停电不等同缺电。台电桃园区营业处今仔日开始会启动专案巡检，出动180人加强巡视配电设备，希望会当伫咧突然间停电之前就先发现问题。但是到底是系统性的问题，也是个案，台电甲桃园市政府的看法无同，因个民众只敢希望会当有稳定的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晴云好天，敢若东北部地区较高会落阵雨，咱做回来看云图。今仔日西半部地区阁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过道山区可能会落阵雨。气象署早起嘛有针对屏东县发布伽马色的警号，高温可能会超过36度。因那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变强，东北部天气就会变较凉。嘛，因为受到华南云系影响，北部、东半部较高会落阵雨，中部嘛有可能会落10-18号。因为南部也阁有平湖、金门、马祖，有关是晴云到好天。继续来关心，昨暗头啊5点外，花莲连续发生2次规模5.9的地震，全台湾拢感觉到咧摇。气象署表示，这两次地震有关是4月初3的地震波。虽然现在我们的地震波是有较减少有变弱啊，不过也是提醒民众最近尽量都唔通去山区。跑！花莲的民众手机啊一直响国家级别警报，大家赶紧走去厝外。最后尾含5点8分内连续发生2遍规模5.9的地震，大家拢惊到。还在摇吗？还在摇。不要站在这里。好，谢谢。花莲里是台美监视器，一开始是先大力喊几落个，尾仔是愈摇愈大力。伫咧防冰箱带着片山的监视器，也摄到地震迄当阵摇害情形。这两遍规模5.9的地震，分别发生伫咧最南下到5.45甲5.52，震央拢伫咧花莲县近海，深度只个呾15-16公里左右，全台湾拢感受会到摇害。气象署讲，这两遍拢是0403花莲地震的地震波。今天发的这两个地震，我们还是归类在说，归属于跟4月3号的地震余震哈是相关的。最近的地震的活动，其实它可能由往北应力的调整，后来又回到这边往南应力的调整。控诉控三美地震了，地震波又未散，应力调整是南北地的山顶上。气象署讲，不管是向南边或者是向北边地的做调整，进度拢愈来愈顺。其实在整个地震的趋势，虽然今天又再发生了2个5.9，但是整个趋势我们还是会看到它逐渐整个余震的活动逐渐有在减缓的趋势。控诉控三地震了到初七早起6点为止，已经发生过1377遍地震波。气象署提醒讲，地震波的进度虽然有愈来愈小，但过一小几个进度会较大。
民众唔免伤过担心，但是也是要做好防地震的准备，尤其山区土石容易松动，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四月初三花莲大地震了后，真侪栋楼啊厝拢起起拆掉。结果技术工会全联会就表示，亲像天王星大楼，即个伫咧民国71年至86年之间起的建筑物，也就是伫咧921大地震之前起的厝。因为迄当阵的耐震设计标准较低，未堪及即卖地震损坏，所以嘛呼吁亲像即款情形的建筑物，就要赶紧来补强。花莲经历地震了后，弹出全台未少所在建筑物被毁，结构损坏，初期两卡甚至倒起爱拆掉。为了解这建筑物损害原因，结构技术工会专联会用气象署离天王星大楼差不多280公尺的 WHA 测站，用地震迄时阵数据记录，算出地震反应谱，结果发现，亲像天王星大楼北平街六号，在民国71年到86年之间的老建筑，拢因为迄时阵设计标准较低，有耐震力无够的问题。有红黄灯，就是建物已经有受损的，真的是应该要做补救的动作。你住起来会比较安心，否则下一次地震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比较这个意想不到的灾情。国土署详细统计，五月初二已经勘查花莲建筑物总数超过566件，确诊红单72件，黄单67件，免打危险标志417件，已经拆掉11件，3件拆除当中。结果技术工会专联会表示，第91大地震过后，地政部在2011年开始推动所有建筑物耐震逐层补强补助，希望能提升主体耐震能力。亲像这栋在美仑短暂台顶冠的华联吉兴华厦，在2018年控制控了华联大地震了后，虽然无立即毁楼，按过一楼属于两卡下建筑，后来用增加八面建筑壁的方式来补强，结果伫这摆大地震安全无问题。所以后续经历地震了后，乃进入保管处应该爱补强。一楼全部是开放的，当作停车空间，就非常典型的软脚下的建筑。做了水泥墙的补墙，落成补墙起来以后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坏。不过结构技术工会专业会员公司研究站内情报强，应大大提悬内情能力。不过所有主体所有款分散因素者，报强整合用色难度高，加上老旧建筑物报强的时阵要变更使用执照，适用新消防法规，造成必然规定，各要求报强设计单位要全部承受进行设计甲施工不当所负的责任，将正做目前内情报强推动障碍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铁车票已经29档无起价啊！交通部表示，确实有含台铁在讨论，按算下半年会提出起价方案。另外，立法院昨临时提案，伫咧地动灾区完全复原进程，东部的火车票都拢应该卖个起价。台铁今年七公司发了后，已经29年无起的票价，感谢得到调整，引起各界关注。第二大台铁经济立法院核准铁路运价率公式合理报酬率3%至5%，试算出三个方案。调整了后，基本费率分别是一个人一公里1.98元至2.11元不等，起的幅度差不多是35.62%至44.52%不等。再去交通部处长欧祥林在立法院表示，过外国进程确实有甲台铁公司讨论调整票价，不过因为当阵相关的分析也无完整。所以希望台铁也当再登去建议。台铁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完整，可能这些分析需要包括一些它营运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外在社会经济以及我们这个运输市场上供需中间的这些变化。欧祥林表示，了解到台铁提出的三个方案是过去讨论的方案，不是现在在执行的，按算下半年会提出。到时代替调整票价是甚物款的内容会较清楚。有立委认为讲，花莲地震了后，东部的观光受到冲击，车票若阁起价，可能会影响东部的观光，所以临时提案，东部灾区完全复原进程，代替东部的票价应该卖起。因为它是灾区，所以我这2年3年维持票价的原定。针对花东的相关台铁的这些啊。如果说有涨价与否啊，我们来讨论是否给予专案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啊，也其实也达到同样的效果了。针对灾区或者其他的特别的专案，我们在
那种情况改善之前，我们去动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去考虑。欧尚林表示，目前东部的运量和服务的品质已经提升，在东部灾区完全复原进程，代替东部的票价卖起。记者综合报道。今天这个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电子大工大厂核实的董事长董祖贤表示，若是不靠核电来减少碳排放，若是台湾全世界都无法度伫咧2050年就达成净零碳排，建议爱好核二厂、核三厂延役，而且核一厂甲核四厂应该引进新的设备来提升核能发电，安尼咪当让咱的电价降低三成。再来是自由时报。有人说是牛津国大王的刘维虎不会发展钱28亿5000万，现在又让人查出涉嫌到利用钱去投资平台，就让投资电子鸟这款虚拟的动物花，后来又加做这个平台受到黑客攻击，让投资人损失是很惨重，目前包括刘维虎在内总共21个嫌犯已经抓到案。最后是中国时报，国内还有10000万吨新冠肺炎快筛剂的库存，会伫咧5月底到7月过期，所以即马全台湾4500多间药局拢有免费来提供快筛剂。疾管署嘛强调，未来袂阁来采购。继续来看中国四只海警船昨下晡调工驶入来咱金门南边的禁水水域，咱海巡署有赶紧派三只巡防舰去应对，阻挡中国的海警船继续来遮亲门打火。中国四只海警船吹到下昼3:30，在一边遍地驶入金门南边的禁水水域，咱海巡署派三台巡防舰对应。呼叫中国海警14608，你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进入我国禁限制水域，你的行动已经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国禁限制水域。海巡署金马片分署表示，中国海警局以编队的方式调工驶入金门南边的禁限水域，海巡人员除了运用联合警监侦全程监控计划，也派巡防艇并行对应，修正监控放送距离。中国方面的船在昨日下午4:37分别驶出禁限制水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袁德功十六要去太平岛考察，引起各界关注。国防部才拄啊讲，因做好相关的准备啊。结果昨国民党团刷个表示，考虑到加登港17立法院有真侪议案要表决，嘛有考虑到天气的问题，所以按算要延后2天，18才要去太平岛。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开马文君，原本按算这个月16日要带19位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坐飞机去太平岛，按过礼拜一号在国民党团会议了后决定延期。这个会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法案都要表决，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去表决，我们会择期来登太平岛。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谁让国民党突然醒过来的？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对区域稳定无助。马文君解释，因为日前要提17表决国会改革国安国发展法案，党团总调不军机希望全部到会，而且烦恼天气状况可能影响军机起降，可能改做18拜六出发。另外，外界质疑改期是不是跟美国压力有关系，马文君表示，顶礼拜调遐外交国防立会确实有拜会 AIT， 暗国会中无讲到太平岛基地。太平岛周遭的环境是蛮复杂的，那要去是。时间可以吧，当然可以，可以控制，我支持。只是我因为个人去过很多次了。国民党军系立委陈永峰因为行程问题，无参加太平岛团引起关注。按过强调，家己支持领导杨志辉。即马南海情势因控制，国防部是表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我们也希望立委们呢，也应该要考量国安单位所得的建议哈然后在现在这一个时刻呢做出最好的选择。行政院陈建仁对地位宽照表达尊重，暗国指出太平岛这回海行因为中国一直请教政策无稳定，后有委员爱考虑国安单位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的立委齐卡森亚康讲，咱的外交部甲捷克的卫星科技院有签$10,000,000要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合约。外交部强调，咱和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拢是公开透明的，相关的文件嘛拢有送去到立法院来备查。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齐卡森违法甲机密文件公开，外交部准备今仔早起10点特别去提告。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疑事，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外交部打针的反击发被提高，台湾基进党透早嘛去台北地检署，阁齐卡森涉嫌公务人员涉密定罪，因为顶一日国民党立委齐卡森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星科技院 CHTI 签订的$10,000,000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这个外交部无说明安怎招标。而且迄个会议的主持人甲捷克正常关系是真密切，可能让台湾援助乌克兰的款项间接介入捷克的内政。第一，有公开招标吗？有公开遴选吗？是所有的医材厂商能够公平的参与这项计划吗？第二，买了多少？跟谁买？清单能不能够告诉立法院？现在目前完全都是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不让我们知道。齐卡森马基奇讲，这个计划其中300万至400万要买台湾的医材，是公开招标，也是限制性招标，应该讲好明。而且认为讲，政府签订 MOU 的时阵，并无对外说明，而且还列作秘密文件，要到民国122年的年底才当解密。外交部强调讲，绝对无秘密合约。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就会遭到阻挠，这也是外交部已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备查，立法委员均可调阅，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徐巧芯就提阮这机密文件啊，提来公开啊，所以这已经是违反法律的规定、啊，所以阮外交部准备讲这两天，阮准备好都要去地方诶地检署要去甲告。外交部讲目前无排除是中国日地作战的行为。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批评讲，齐卡森加入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立委，真清楚会当调阅资料，煞公开秘密文件，不实的消息直直喊，这对推动外交完全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美国卖给台湾的军事武器，这进度是一直在延前，金额已经累积到$190亿之多啊！国防部副部长表示，美国有成立小组要来负责处理对台军售的交货。台美双方拢正重视这个问题，嘛拢有在协调。就职春两礼拜，前副总统萧美琴参加阿建会国际论坛，发表微博演讲，重回台湾的逆境当中，加入韧性指导。今麦的国际上，台湾唔难赢到三江个人领导。Taiwan is bombarded with cyber attacks, dis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addition to near daily military incursions. Against all these odds.And long overshadowed by our larger neighbors, Taiwan's remarkable story of perse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has propelled it onto the world stage.在抗衡中国威胁，咱也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按国美国对待军售安全，今日已经付$190亿，主办军备的国防部副部长齐恩普表示，台美双方拢正重视，也密切协调。新任部长郭立平上任了，会详细报告相关工作执行进度。台美双方都非常的重视，也都成立了一个 Tiger Team 来负责管制这相关军售的这个交付。美国菲律宾在进行三礼拜的经边境联合军演，撤了伫菲律宾西北部，举行反登陆作战时段演习。目击敌军想要为海上登陆，暗告予美菲军队拍退。When we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at I think we've seen in this Balikatan, securing key maritime terrain.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个报道，美国菲律宾、澳洲军队撤过离台湾差不多193公里的菲律宾巴丹岛进行联合演训。美国在第一岛链南段的这个防卫来说是一个重镇，是解放军潜舰哈出入这个第一岛链南段的一个重要的咽喉点。
专家指出，金平京去年也捌伫巴丹岛训练，因为这所在伫强军突破第一岛链前进太平洋的必经航道，也是美军为关岛支援台湾的中间站。相关演习应培养印太民国共同作战能力，也是为台海或者是南海的冲突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哈战争已经战七个月啊。哈马斯的官员在初六有表示，因接受埃及和卡达提出的停火协议，同意阁放出二三十个人质来换以色列暂时停火，阁有放出巴勒斯坦的人。不过以色列这边是回应讲，这个提案无达到因的要求，所以会阁派人去埃及继续谈判。加沙拉块民众伫咧落去庆祝，因为哈马斯官员出了讲，已经接受埃及甲卡达所提出的一项三阶段停火协议，包括哈马斯几礼拜内释放二十到三十三位人质，另外暂时停火，一个释放巴勒斯坦犯人，甲以色列对加沙全面撤军。احنا طلعنا من غزه اولادي مشتتين اولادي بناتي مشتتين عايشين عيشة الخيار美国国务院证实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也讲中情局长正伫咧这个所在进行处理。不过以色列国家官员讲，哈马斯同意提案甲以色列协助制定的提案无同。总理纳坦雅胡讲，协议的内容甲以色列的要求差真多。בנושא של המשא ומתן והשבת החטופים כמשימה מרכזית לביתם מהר ככל הניתן. ו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פעול באופן מבצעי ברצועת עזה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第二天，以色列也对拉法东部地区实施撤离。以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会对武装分子采取极端的武力行动，希望民众赶紧撤离。不过，以色列国内又无同意见。也着和哈马斯劫持连接的海报，加上甲民众希望政府接受停火协议，也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连接。And again, we see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doing everything to fail the deal.虽然以色列官员强调哈马斯所接受的停火协议是被弱化的版本，包括以色列无法度接受的内容，也不过有无具名的官员讲，这个协议甲以色列伫咧四个地同意的版本是同款的。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即马美国部分的大学校园冒发起反对加沙战争的示威，密西根大学甲麻州东北大学就连因的毕业典礼嘛拢有人走起来抗议。目前全美国的校园反战运动已经有超过2000人被逮捕，真侪校园嘛拢有拜托警察，甲校内示威者的阵营拢成拆拆起来。学生也巴勒斯坦的旗啊，穿过毕业典礼的会场，现场响起破坏声，也插着不满的声音。为着满足的东北大学毕业典礼，带卡部分乌克兰学生，一条各国国旗，第时学生代表也无被激励呼吁，加沙应该赶紧停火。These women's and children's lives are on the line, not for any fault of their own, but because of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And the lives of these mothers in Gaza and the entire population.Remain at risk every day that remains without a permanent ceasefire in Gaza. 由哥伦比亚大学引起的加沙抗议协调，继续两礼拜到今，有人伫全美国各大学团开，警方逮捕人数超过2000人。全美国上大的天主教大学位于芝加哥的德普大学，停一百个两方电影，继续大批警力互相枪声，不爆发冲突。学者指出，大学反战示威活动有伊的正当性，也毋过爱厘清抗议的对象是啥人。佫较爱防止极右派甲反犹太主义者借机会作乱。When you start calling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this is anti-Semitism. You can be pro-Palestinian, you can support the rights of the Palestinians without supporting Hamas, without supporting terrorism. 因为近年大学毕业季，愈来愈侪大学就着经历程度抗议相关问题，无论何样大学应该维护言论自由，避免激化协调，随着众议院高票通过反犹抑制法，批判以色列政府甲政策拢可能直接属于反犹言论，大学恐惊面临红切断补助命运。毋但学校歹做，也显示抗议情况第一来真歹平息。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五党搁再出发去欧洲，要访问包括建交60党的法国，也搁有匈牙利、塞尼维亚这几个国家。
我个认为这是要化解愈来愈紧张的中欧贸易关系。因为习近平去访问，印度嘛拢有带伫海外西藏甲维吾尔的族人来的抗议。专机到法国巴黎了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坐落飞机，都受法国总统热情的欢迎，场面真大。为央视公布的画面，由中国侨社沿路接机的人员，5000机海飘扬，人零人散表演拢有。啊，不过男主法国代表吴志忠也伫社群分享巴黎街路的相片，真冷清，强调是反动情绪造成的。对习近平来访，藏族甲维吾尔族抗议对正案，共和广场挤满抗议的人群，透过一批演唱的方式，鼓励支持者持续反抗中国独裁政权。也有人提反习近平的飘语表达不满，也有示威的藏族学生囡仔爬起哩凯旋门边仔的条啊、牛布条啊抗议。En présent à l'Arc de Triomphe, derrière moi une bannière a été levée. Pendant 10 jours, Xi Jinping va visiter des pays européens. Les pays européens devraient être unis pour être contre Xi Jinping et pas avec.有西藏人伫习近平车队经过天桥，有布条啊写“自由西藏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间到啊！这个字眼要求中国停止侵犯人权，这一系列的抗议行动，有两个藏族的人士去被警方拘留。Under Xi Jinping, the situation inside Tibet has rapidly deteriorated. It is now a crime to be Tibetan inside Tibet. But rather than treating Xi like the dictator he is, Macron is rolling out the red carpet for him.To avoid complicity in grotesqu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genocide, Europe must reject the normalization of Xi's genocidal regime. 这次出国访问是习近平等五年后又再去欧洲访问，对象包括建交六十年的法国，也有匈牙利一家非欧盟成员塞尔维亚，因为伊出访前捌发生欧盟向向调查中资企业的事件，欧洲也发现抵制进口中国商品的情况。习近平这次到欧洲访问，也让解读是为了缓和中欧贸易的紧张关系，搁找机会要改变欧洲甲美国的密切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先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战未煞，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即马阁下令要进行核武的演习。因若普京要举行新的总统任期的宣誓仪式，美国甲大多数欧盟的国家拢无要去参加。不过法国、匈牙利等等也是有被派直赛到场。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三礼拜联合军演，初日伫咧菲律宾西北部的海岸要做反登陆作战的实弹演习，而且这演习的地点是向台湾，离咱的南部仅仅400公里远，引起各界关注。南韩、中国和日本三国的峰会可能伫咧5月底会举行。南韩的媒体就表示，除了三国未来的合作方向，也有北韩的问题以外，有可能阁会去讨论到台海的议题。镜头转来看国内，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审国会改革的法案，结果民进党团的总召郭建民煞讲出是天公伯啊有目睭，发生大地动来阻挡在野强硬推动法案，这款的言论引发争议。虽然郭建民有随出面来回释的，也是受到国民党也有华人当地批评。要硬干的时候，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我可以说是老天要做台湾的民主了。五月七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继续审国会改革，也毋过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民的这段发言引起真大风波，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本人在这里郑重的表示道歉，因为那天没有开，后面我们有机会再好好开公听会。整个国会改革，国民党一路强压，不同意就给没收，就给散会掉，这是台湾的民主吗？郭建民下昼回应华联地当时咱国民众的伤痛，迄当时安尼讲是因为国会改革法，一直和国民党打压没收，也毋过即马会当延后处理，有好好开公听会审查机会，煞发现无够正确，造成误解，定重回释嘞。也毋过即款的讲法，犹原引起国民党团的不满。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你看看你的国会党团，你看看你的立法院。你看看你的民进党立委不断的破坏国会的和谐以外，现在竟然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灾民、人民的血泪去啃这种人肉馒头。
国民党团总调不公义，批评民进党是在揢浪费馒头，也点名准总统赖清德，问伊敢是要回事嘞？民进党敢是要搁要反对中建条例？消息团回花莲，光复甲在地业者拢表达失望恳求。不应该拿灾害这件事情作为来开玩笑，或者是借任何理由的一个说法。邀请所有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带着他们服务处的员工来花莲办员工旅游，希望柯总召用这样的方式来赔罪。民进党花莲关机关欧金森也普遍回应，虽然郭建明发言是希望国民党达到新扎重要议题，这虽然是立意良心，因个地党对花莲的影响是痛苦个长远，发言一定要细致，才袂让中央全力支持赈灾的补助好意，因为事件失控曲解。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有三大争议案件，其中针对北树科甲金华城的招标争议，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昨召开第一场会议，申请市府提供资料来厘清案情，按算后礼拜二要找人来问，包括前市长郭文德、前副市长黄珊珊，拢伫咧约谈的名单内底。所以从市长一降到承办人都在约谈范围之内，当然是。将台北市长郭文铁任内三大案件取消的议论，北树科地上困案，一个建华城应急案，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前日早起各召开第一场会议，选出调查人，一个决定调查范围和对象。针对北树科案，甘淑培讲，关键的市长室会议无录音。柯文哲号称公开透明，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拍定了把三块基地分开招标。决定了把 T17、T18 采价格标，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怎么可以没有录音录影？对于一些有疑虑的资料的话，那赶快去界定是否是秘密资料或者是公开资料，那也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讨论，那还各自的清白。北树科小组召集人议员张思光才是会先请市政府提供资料，后礼拜二开会查清楚案情了后，再来邀请相关人员，包括前市长郭文铁、前副市长黄珊珊。关台成功者特别受伤，一个十四间市政府约谈减灾到入伤，拢伫约询名单内。当然，我希望说相关的人士都可以来做说明，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政治有色的眼光来看这个案子哦。既然成立了专案小组，就希望事实跟真相可以公开透明。目前员工已经看过公开文件加进行的议会专案报告的资料，相信招标文件无问题。对郭文铁进前讲，那里是为了别人退兵的做法。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讲，这是政治语言，重要是查清楚事实，让真相大家了解。业障重，包括谈到什么刚好而已，这些都是。政治语言，包括市府，包括议会，所有市民朋友最希望的就是尽快厘清整个事实的过程，让整个真相水落石出。那是建华城调查专案小组由尤秀辉担任召集人，会议中确定五月每礼拜开两届会议，时间分配是每礼拜一到拜五早起进行。后届会议的时间是五月十三，要邀请都发局、都委会列席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公布上新的 A16 制程技术，按算2026年就会当量产，这嘛代表半导体进入比奈米单位更加细 IB 的时代。外界嘛咧预测，这新的技术头一批客户可能就是 AI 晶片厂。今年大港龙头台积电进行伫美国举办自控制数年八臂技术论坛，对外宣布有关先进封装加制程等创新技术。其中受瞩目是台积电阁发表 A16 技术，也就是进入比纳米阁较细 IB 世代技术。在2026年的时候，在制程技术上面来讲，不会让 Intel 专美于前，因为 Intel 在2026年也会导出他们的四世代，也就是 14A 1.4 奈米制程，因为在 1.4 奈米跟 1.6 奈米几乎是处在一个相同的一个世代当中。发展 IB 世代，一个英特尔 A1 所制程，三星是 1.4 奈米制程，不过市场上有台积电会维持今年大港领先地位。
A 一六就是采用艾米技术，也和外界看作是1.6纳米制程。A 一六在同款工作电压之下，速度能增加8%到10%，同款速度之下，功耗能降低15%到20%，精品密度会提高到1.1倍。亲像 AI 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应用 A 一六制程，伊技术特点是结合超级电硅结构加纳米片电晶体，和甚至控制容量量产。未来2纳米制程甚至1.6纳米制程能够使用的，一定是你的晶片量要够大，而且非用先进制程不可。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手机的晶片，因为我们对手机的运算力要求持续增加，而且手机晶片的数量够大，可以分摊那个光照的成本。专家认为，台积电维持控制六年开始量产，首发客户有可能是 AI 晶片厂，显示 AI 带动半导体产业发展。按算 A 预料会自控制七年开始生产量会每年成长，未来 IB 世代需求也会大大有关。记者综合报道。得。高雄秀山动物园的救生中心，当年以第100多只野生动物，以高山啊、鸟蛙类为主。最近动物园阁连续救到2只目睭受伤的暗公鸟鸟仔囝，目前是拢已经恢复健康啊。动物园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受伤的鸟仔，就要紧卡1999来通报，唔通家己乌白叫转去照顾。两对目睭圆个大对，看镜头模样实在真古锥。这是暗公鸟的幼鸟仔，顶个月被农业局送来秀山救伤中心，检查了发现伊的目睭角膜受伤，怀疑可能是被弄掉。加在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大大恢复。最近小连续有两只暗公鸟的幼鸟仔送来动物园，因为幼鸟仔佫袂晓飞，袂找物件食，爱等因学着野外生存能力，才会当放线。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眼睛的检查之后，我们现在是把眼睛暂时缝合起来，然后给予点眼药，然后观察他眼睛恢复的状况，放一些活鼠让他自行捕食，然后再看能不能野放。秀山动物园救伤中心，但你拢会医治100多只野生动物，是以高山仔、鸟仔、猛禽为主。目前救伤中心内面有八只受伤的暗公鸟，大多拢是被弄掉，嘛有时那断气、神经出问题等等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他们在训飞的时候幼鸟落巢，但其实他妈妈可能青鸟就在附近，如果一旦把它带走，它可能就是学习的能力会，当然就是还是由青鸟带着他们，会对他们的生存比较有帮助。就医表示说，因为暗公鸟适应能力很强，除了一般树拿也会出现在多处绿地，生活环境是跟我们人有顶塔。而有民众若是看到幼鸟千万不能捡回去吃，也是交给相关单位协助治疗。记者中医会柯昭勇高雄报道。今年冬仔病毒的病例数是10冬来上多，一礼拜恐惊就超过16000例啊。疾管署表示，可能跟前几冬的严格防疫引起的免疫负荷有关系。另外，毛医生指出，除了冬仔病毒以外，目前毛真侪囡仔去患着流感、呼吸道病症等等，呼吁家长得加注意。预防肠仔病毒上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教囡仔爱洁洗手。国内肠仔病毒已经退烧，疾管署指出确诊的个案是十年来上侪的。像新北、台中、台南等地区有真侪学校已经停课。那根据统计的趋势来看，疫情还在继续加悬，有高会比顶礼拜13000个加3000多例，一礼拜恐惊会超过16000例就医的人数。这也算是一种免疫负债，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些肠病毒的一些流行。不过因为过去2-3年来，因为大家都注意一些手部卫生啊，或是一些呼吸道礼节，所以相对来讲个案数就比较少。疾管署解释讲，今年肠仔病毒的病例会这么多，其实也和前几年 COVID-19 严格防疫之下所引起的免疫负债有关系。有讲六月也是肠仔病毒的高峰期。另外，也有医生指出，目前唔拿肠仔病毒要注意，亲像 A 型流感、B 型流感、腺病毒，也有呼吸道融合病毒等等。最近伫咧门诊嘛，常看到。目前来说，因为最近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流感还是持续都有，这一阵刚好有一些上吐下泻的小朋友变多了。
如果只一般的感冒发烧这些，我们都会建议至少要退烧以后嘛。像肠病毒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回校上课。那肠胃炎的话，一般在症状改善的24到48小时之内，还是会有传染力的。医生呼吁家长、学校老师爱提醒囡仔接洗手、注意卫生的习惯。若是有发烧、流鼻涕，或是人无精神等等的情形，都要赶紧就医，和医生做快筛，确定是啥物病症，对症都有避免病症加重。记者卢琼如、曾俊友台北报道。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公告，酒甲七种癌症有关系。咱的卫生部嘛统计，饮酒唔来较高调癌，恐惊卖好有物质恶化。为着要鼓励民众戒酒，会当大家会当去全台湾138间指定的戒酒机构，用专业的治疗来戒酒，而且一个人一当有40000的补助。不用一天，不少上班族会在下班了后喝一杯酒来纾解压力。不过，医师警告，喝酒可能对健康有害，因为酒精在肝代谢了后会分解做乙醛。那乙醛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告的致癌物质之一。目前已经知道酒精跟食道癌、肝癌、大肠癌等七种癌症有关系。从喝下去开始，从食道、胃、肝、胆、胰脏都会有一些状况，那甚至呢，对脑也会有问题。根据卫生部统计，台湾当年酒精相关医疗支出都达到36亿台币，整体经济损失达到534亿。而且上新调查发现，台湾有我半数民众基因欠乙醛气氢酶，无法度有效代谢酒精，佮叫做酒精不耐症，只要饮一杯酒都会暴露伫低感风险。喝酒脸哦，事实上就是代表你有酒精不耐症，你的乙醛没有办法代谢掉，那个乙醛就是破坏你的细胞，破坏你的 DNA， 然后让你生病。让你得到癌症。一般人如果到这个我们签约的138家戒酒的机构求助，那最高每人可以得到40000块的戒酒的补助。卫生部强调，酒精唔那是会增加癌症风险，也会造成有物质恶化、自杀风险相关。为了降低戒酒民众就医经济负担，去年底扩大推动戒酒治疗费用补助，每人当年相关会当有40000补助，呼吁问题性饮酒也是戒酒民众勇敢寻求专业协助中心。又回健康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36年起的嘉义县鹿草庄浴场，是日本时代的地方行政中心。一直到战争结束了后，1982年才改造图书馆，成做嘉义县唯一日本式建筑的图书馆。即嘛透过文书团体甲乡公所的拍拼，鹿草庄浴场嘛正式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今日去鹿草乡里图书馆内底，抬头就当看到厝顶的木造结构，外口边仔面的灰仔砖，阁有亲像狗仔的纹路。这间图书馆以前是地方的行政中心，为1936年起好到今，经过88冬的历史，今年4月正式登录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迄阵迄个为着要战争准备，古槽砖，伊个角度较侪，爱个离空中看来的反光吼，较袂遮清楚。日本时代叫洞闸，顶悬有写姓名。个迄个建迄个起造人的记录，哈啊，伊个洞闸，咱台人来讲叫做火化性。鹿草这间展览场伫1982年改做鹿草乡里图书馆，拢是靠乡公所咧维护。地方的文书工作者先向嘉义县提报了后，乡公所配合去申请，顶个月通过做历史建筑，和鹿草展览场未来活化甲维护会当得到更加好的提升。一开始是迄个李汉鹏先生，哈，伊提报，因为伊毋是迄、那个。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所以将来也当列入列册追踪。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空间，其实有助于我们民间单位跟我们公部门一起来合作吼，一起来做推动，把这栋建筑物的一个历史价值来做保存，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鹿草的庄艺场。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鹿草庄艺场目前建筑物的状况都保存到真完整。公所就表示，虽然提到文化资产的身份，不过这也是乡里图书馆未来继续推广外头服务在地人，活化这个历史空间，也延续异地地方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去年扩大推动电子册借册服务，鼓励民众去看电子册。民众若借册，创作者甲出版社嘛拢会当得到收益。不过，台语文的电子册到目前犹原是真少。就有出版社表示，这是因为要显示台语的罗马字拼音，也有怪汉字，拢需要特别处理的技术，所以要出台语文的电子册是更加高工。
文化部自2023年推出扩大推动电子册建筑借册服务，要推广电子册嘛，邀请名人推荐册单给民众。亲像台湾文学作家朱友芬有推荐五本台湾小说，我最来册房的作者黄进南嘛伫线顶推荐台语册单，包括大龙头写的台语原来是安尼。林顺聪的我特别来去，甲翻译小说《共犯》甲《偏见》等等，加强五本。每一项拢甲伊算过啦，吼，我都无想要讲啊，小说选一大堆，吼，还是散文选一大堆。每一个类别拢选一项，选一项，选一项，好，大家当看到搁较精彩的、搁较丰富多元的台语的文学册安尼。吴进来表示，因为真侪优秀的台语文作品，因为无电子版，无法度写入去推荐册单。有丰富台语出版经验的前卫出版社主编丁清宏指出，台语电子册也无够普遍。事实上，除了台语文出版品本身，都也无够侪英国台语文作品要伫社会平台电子版正确显示台语罗马拼音特殊字，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困境。好，加有一个听起来的所在，吼，就是变作一点一点一点，就是 I 的这个。第八声吼的噪声器啊。丁清宏表示，这有可能是美编在做字的时无用正确的 Unicode 编码，所以在电子产品要显示就会出问题。目前有一挂台湾的数位平台有提供支援台语文的字体，和平常在看台语文的时就较熟悉。一个 NC 吼原水体啊，一般的同家你那是使用 NC 列的。会当正常看到这个台语字会当显示出来吼，啊，但是你若是换其他的字体吼，可能台语的这罗马字，伊有法度显示，但是看起来就会略啊怪怪吼。所以我想讲，就是未来，尤其是咱字体，佮有咱电子系统内底，变到互咱的台语有法度正常显示，而且是显示佮真水。我想这是应该大家都真唔忙，嘛爱做阵拍拼的一个时间。林清宏指出，若要爱好单机文正确显示，嘛需要字体厂商、数位阅读平台和电子版厂商各方面互相配合。而且目前在做单机字体厂商多数拢要靠民众补助，伊嘛呼吁政府认真要推广单机文数位化，应当有适当的补助和辅导，互单机作品的字体通有愈多元、愈利便的选择。记者卢雄珠、曾俊佑台北报道。巴西的南大河州最近一直在上大雨，造成80多人来上严重的水灾，要甲80个人死亡，100个人失踪。总统罗拉礼拜嘛去视察，讲会阁拨预算来重建车路。另外，印尼的南苏拉威胁性同款是咧落大雨，引起灾情，上无有15个人死亡。为空中看落去，黄黄的土沙水将道路甲放射淹掉，只剩部分建起来桥梁。但我看会到，受困民众就计划伫厝顶下山爱花球。巴西南大河州最近几天大雨成灾，搁较伫部分山区引起土石流，也搁有一个水力发电厂的水坝崩起，造成全境有1/3的城镇受影响。师傅阿力格里讲，也规个拢是水，救援人员在小船无用抢救受困民众，也搁只讲以四轮传动车帮忙接应。Estou um pouco preocupado, assim, porque em torno de uma madrugada, o que a gente achava que ia ser foi o dobro, o triplo. Então a gente fica meio à mercê. Eu agora estou sem o meu celular, então eu não sei o que eu posso fazer, eu não tenho comunicação com nada. Acho que dá, né? Estou bem abalado, assim.这件水灾至少造成8.8万人无路无处，也当讲是当地自1941年来上严重的水患。总统卢拉特别带雷国官员坐直升机为空中视察。Eu sei que tem muitas estradas estaduais que estão com problema. Eu quero lhe dizer que não fique preocupado que o governo federal, através do Ministério do Transporte, vai ajudar a você a recuperar as estradas estaduais.卢拉答应会协助灾民重建道路甲房舍，不过也警告需要考量气候变迁的潜在威胁，呼吁民众选择安全地带安心。镜头转到印尼南苏拉威西省，拜六同款落大雨，境内的卢武县也拢全是水，救援人员伫错漏的引水区域，以手啊加小船协助受困民众撤离。这波大雨伫当地引起山崩土石流，官方估计有42栋民家厝被大水冲走，900栋厝毁损，至少夺走15条人命。印尼目前仍是雨季，惊人雨量，影响带来致命性的灾害。专家认为，气候变迁和极端气候更加接出现。公司新闻站回面朋友。同款的关心印尼，这是伫咧北部地区的火山，半个月来已经喷发几啊届啊。当地政府就决定要甲上万位居民引咎撤离，另外再个找所在来安置。
印尼被苏拉维西省北边的罗阳火山这几礼拜连续活动加剧烈，4月30日又一摆大规模喷发，突出大量的熔岩有2公里，当局将警戒状态提升到强烈的等级。经过火山山体，若是崩塌入海，可能引起海涨，也暂时关100公里以外修复万亚楼的国际机场，佮决定研究撤离罗阳岛。甲对面塔古兰当岛近万居民准备伫新的地点去研究处重新安置，暗过居民香港岛的真侪恐怖被放杀伫岛上，伫主人要求之下，动物团体志工最近冒险坐船，真侪摆登去特别地区来取信，设法将因带到临时庇护所，兽医评估治疗，做过疫苗了后，将因撤退到安全的所在。那阿妹呢？咩个？我老婆，我老婆。Kong ini lagi bocor, kena ini kayaknya kayu. Di sini juga melepuh dia punya pasir. Masih banyak di sana? Masih banyak. Terima kasih karena ini sangat luar biasa diperhatikan bukan cuma manusianya tapi seluruh makhluk hidup.这些进步当中，志工找到的两只狗啊、一只猫啊、一只鸟啊，这几天已经连续救出10多只动物，还有一些逃脱了后，伤过惊吓，恐怖暂时救不出来。有的主人在媒体看到消息，才知恐怖还活着，真感激。因为东南亚一些地区有会发吃猫狗的传统，志工团体说，治疗和救助行动都是免费的，唯一条件就是免将这动物带来吃。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天气玻璃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至29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3度。东部地区24度至29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阿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